面对疫情，应该说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更重要。中国开展国际抗疫合作，不是为了谋求地缘政治目标，也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，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。希望更多有能力的国家行动起来，向国际社会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，为国际抗疫合作做出贡献。